来，这大家一起喝一个，庆祝我们老大成功喜多对名。来，老大来。 你输了，来，你这养金鱼的量，喝点，喝点。你养，我问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你听过，斯特林集团的事情，你都听说了吧？整个集团上下就没有人不知道的，云总部就是因为这件事走的嘛。没错，斯特林集团和红顶往来的事情，才过了一天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。 这里面肯定有人在搞鬼。你的意思是，从斯特林集团的事暴露到麦克跑路，这件事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谁都没有从中得到好处。除了一个人，对，就是趁势上位的韩志明。 韩志明在紧要关头站出来稳住了局面，当上董事长之后，又任命了云总亲信徐若涵做总裁，可以说整件事情他做得很得民心。对呀，如果不是小韩总，现在红顶可能还群龙无首呢。他做的再漂亮，也掩盖不了只有他一个人获益的事实。不管是第一时间出来也好。
任命徐若海也好，都是他放出的烟雾弹。老戴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证实这件事很简单，如果真的是韩志明做的，那么真正的斯特林集团公函一定还在他电脑里。所有证据都指向韩志明，只有一个人知道的更多。谁？
今天与会的几位呢，应该都明白，商业地产一直是我们红鼎集团的传统业务。这个传统业务对我们公司来说，你搞什么？市场部的办公室主任不在你这儿。我开例会什么时候叫过市场部的人？不好意思，是我搞错了。你继续。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刘总，这韩董这是明摆着太不把您当回事儿了呀。集团那点事儿，没有谁不把谁当回事儿这一说。韩董嘛，也是意味着工作，心里有点着。说过了吗？你赶快把这一季度的财务报表给我，这样我才能联系融资公司。全是因为我这个心里很惭愧啊。那我知道了，你赶快去工作去吧。你不要执迷不悟，不然毁的就是你一生。我想明白了，我都告诉你。资料打出来了，这份是马季那个，这个是赵文那份。怎么样？能帮上忙吗？这一份能说明韩志明截留了斯特林集团发来的公函。这一份能证明韩志明伙同融资公司恶意稀释云世同在集团的股份。那这么说真相不就大白了吗？可以这么说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韩志明？他干的事没有直接违法，而且我不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是天海幕后黑手有关系。你的意思是，
这件事我无法判断，还是交给世彤吧。那这么又一说，你的通缉令就被撤销了？你是不是好久没回家了？说的也是，该回家看看了。段飞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整理一下整件事涉及到的材料，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地方？国国，走。老大，早点回家吧，我们先回家了。段飞，最后能帮上你的忙。你怎么就这样来了？警察已经取消逮捕令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